可以看到这手牌他拿到了一手强牌，在前置位做了一个49万的加注。说实话这手圈球也还算不错，对啊，而且有位置，对，但是他面对对手的第一次激进动作他可以选择放弃，凡事都有第一次嘛，让给你了对，但如果你这样的频率高了的话，我一定会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反抗。所以这里单挑的时候特别是短牌，就是翻钱的频率是非常重要的，尤其重要，因为你可以根据对手的失衡的频率就做自己的调整。在经历了可能40到50手牌的一个互相磨合之后，应该会对对方的一个翻钱的频率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嗯哼，因为不像在网上你可以收集数据，这是完全靠现场观察。对， 对， 对，而你越早能发现对手的规律和频率，就是越能马上占据优势。对，这是一个互相调整的过程。我们这场比赛为大家带来是短牌的赛事解说。短牌是在正常的德州扑克52张牌中抽掉了2到5的小牌，只剩下36张。在短牌中 ，Ace 是可以当五，所以 Ace 6、7、8、9也是顺子。那最烂的7、4手牌就是 J6 不同化，对，相当于长牌的2、7不同化，意思是一样。对，现在他就拿到了这手勾6不同化。啊，对手选择 limp， 他这里是否要用这手很烂的牌去跟人家游戏翻后呢？啊，也不要做什么既定动作了，就免费看一下翻牌吧，看看能不能击中一些什么东西。不过在单挑里面，这个牌力又有稍微的不一样啊，因为在单挑里面，你知道，特别当之后越来盲注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后手筹码越来越短，你的结构牌的赔率就不是特别好，那么往往就需要一些高牌，对，去强制性的压榨对手。像在长牌里面，像比如说多人桌、九人桌，对，任何人都知道我可以玩一些8、9同色，甚至这一手非常漂亮的牌，对，但是不会太多人在玩，在不利位置玩一些 K2杂花，对，或者是K3杂花这种东西。对，没错。但是在单挑的时候，你就知道，像 K2杂花这手牌是远远强过8、9同色的。是的，特别在算，就是看什么，就看牌力的强弱，而不是看游戏进行的那个的结构牌了。对对对，因为在后手筹码不足三十个盲注的情况下，你的8、9同色是没有办法给你带来足够的隐藏赔率。对，而像 K2杂色这种牌，因为你有一张 K 嗨，所以即使当两边都没有击中的时候，你的 K 嗨大概率还有 showdown value， 这就是绝对牌力的压制。阿童，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来这个传奇，不是当解说，我是上去打一下？啊，当然有啊。明年就看你的了。然后看我第一个被淘汰是吗？可以来打个开幕赛啊，然后我们再做解说。也可以啦，也可以啦。但我其实更喜欢的是做幕后去做一些解说，因为自己打牌也打了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要跟就是电视机前的观众分享一点东西，然后聊聊天什么，还挺轻松的。而且我从这个视角可以看到对手的，就是不只是对手啊，就可以看到大多数很强的玩家的底牌，对他们的操作，他们的一些游戏性、一些策略。同时身边还有像你、像 Selina 这样的高水平的玩家可以跟我交流，我觉得这是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高。对啊，像上次我转说传奇铺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对进步是感觉得出来的。必须的，这两天我都有觉得。对啊，而且你会打牌的过程中，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传奇的这种解说，因为他整天的转播下来时间非常长，所以如果你不是解说，你要从头看到尾，然后每一场都看，其实蛮难的。蛮难的。可是我们是解说，我们必须从头看到尾，对，强迫灌入一些知识，我觉得我蛮不错的。所以这是一个等于就是说，
在工作的同时你还能顺便上课，对，还能学习。对、啊、而且你学习的对象是一些哦，全世界最强的大神，对、啊、全世界范围来说最强的大神。就像如果还记得我们在 PSPC 那场比赛、嗯、啊，我今年的开年的时候，今年开年的时候在巴哈马举办了一场 PSPC 对高额买入的赛事，是$25,000买入的赛事，第一名有$5,100,000，对对，然后我跟大恒有同桌，对对，就蛮幸运的坐在同一张桌子，但是不幸的是那张桌子上八个人、有7名玩家的生涯奖金都是超过$1,000,000，哇，那是一张很地狱的桌子，所以、蛮强的桌子。对，我打完那天就感觉我跟这些高手包括跟大恒一起同桌了一整天，我就发现哇，水平提高真的是非常的多、真的是非常的多，真的都是遇到最强的人。对对对，只有然后就看在我的那，看到我那个 AQ 输给 KK， 好惨，是来自法国的 Benjamin。嗯，对 Benjamin， 对 Benjamin 去年也算 run good， 应该蛮多的。对，他去年是世界第六，对 GPI， 对，我记得是前10名，对，世界第六，法国的扑克皇帝。我在法国就是几乎认识的所有牌手都知道他。嗯哼。我第一次打线下的比赛就是在法国。啊哈。好，这手牌，他利用一手 A high， 卡六顺子，下注了45万的筹码。那这里无法避免的又是得到了一个圈口的跟注。对啊，这边一定必须要抵抗的，而且他的圈口是非常大的在这。对。单挑的时候，你中对子就很大了。对啊，而且你还可以卡顺。对，目前两位玩家是25-75。那 River 中了个 Ace，、对 ，River 反超了。那这边我可能也会比较倾向于 Base Four 吧。那我觉得 Check Call 也是不错，可因为这张 Ace 是在 River 来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Showdown Value 可以打。哦，你是选择 bet fold 哦，我会投比较铁，我选择 bet call。对，我是一个在翻后很延迟的人，投非常铁。对，就是因为投太铁了，单挑的时候，所以输掉了一 PT， 很僵。我觉得 长期下来，短牌我可能还没有这么的擅长，可是在长牌的话，其实。在绝大多数打现场的玩家的 River 的 Bluff 的频率都太低了。对对，尤其对手如果不是那种很强的职业玩家，像我们刚刚不是看到 Jason Quinn Bluff 他的两队嘛？我会。可是这种事情对于一般人他们是做不太出来。对对对，只有水平高的人才做。所以我会也我们都会有针对啦，像我都是对越高水平的玩家就跟注越多。对。所以其实真的也要看对手的那个风格跟形态，对，来决定的策略了，就是要完全为对手量身打造，就是要进入对手的思维。对对。好，这手牌拿到了89不同色，这手牌是非常强的一手牌。那我觉得在位置的状况之下，就是一个 check， 应该也不会，因为不够大。就像我们刚刚 hands up， 我们还是要大一点的牌，可能会八九吗？我稍微好一点。这手牌我会 raise 了，我会这样子，因为我有位置优势，我想跟他打个大点的底池。啊哈，因为我都是要在自己有很强娱乐性的牌的时候看到没有。这手牌如果翻钱 raise， 他 K 个 call 的话，你可能就要损失很多了，兄弟。八九的确，八九九十十勾果然是很强的牌。对，八九九十十勾，在短盘里面的表现实在是太亮眼了。来，这里我在24万底池里面，可能我会下注三分之一，8万差不多吧，可能还要更小一点。只是啊，这里前注已经是6万了，对吗？对啊。那我下一个 mini 就是就。他果然他在装，你看，他说，哎，现在最低的是不是？最低是不是12万？对，然后他下了12万5000，然后对手没有上当，因为对手实在是没有东西扣，很坏哦他。这也是一个现场锦标赛玩家的一个小技巧，
就是你当你有强牌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些反向的，让对手觉得你可能就是牌力不强的事情，去迷惑对手。像这里他拿到了八九天顺，天那次顺，然后他就说是不是因为他刚好之前还正好问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之前最低下注，对，他之前下不足一个嘛，对，或者他还不够奸诈。如果像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跟他说，这里是。AK 是直接就是直接获胜，那个他的直接勾六杂色直接丢了。对，像如果是我的话，像刚刚那手牌，我会就先丢一个五万的，然后被低了提醒了，你这里最低要下是十二万，我再说真的吗？那我再补好了，这样更显得更加好做作。对，那我们这边有那个观众问到，解说是 EP 第二戴眼镜的小哥哥吗？是，就是他阿童。你说是熊猫直播那个？对对对。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因为也不是经常能看到弹幕了。对啊，我们有时间就会看一下。对啦，但所以有问题也其实可以欢迎直接问我们，我们都会看到你们的留言。对，那边上是更加强大的，我们来自宝岛台湾的大亨林承安，还是去年打的成绩非常好。去年几乎所有的日子里面，我都是台湾的 GPI 第一，在最后一周被我的师父小 P 陈彦翰超过了。对，果然还是输师父很多、最后一周被超过了。我也输师父很多啊。虽然我的师父不太出名，但是我觉得我的水平差他真的很多。可以看到两位玩家现在还是非常的谨慎。对啊，算是目前也没有撞到什么两个都有牌的状况，其实也蛮焦灼的。这里勾八同色也是直接的收下了底池。好，那现在目前他们筹码量都是非常的健康啊，不是那种马上就要推，会打到很多翻牌后。可是刚好在翻牌前两个人也没有什么比较大的手牌，所以其实，在打扑克的时候，其实就这个样子，在绝大的部分的时候都在盖牌，所以很多人像有些人会问我说怎么样学习打牌打 poker， 那我就跟他们讲说打扑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盖牌，因为几乎80%的时候你一圈盖个800牌玩个200牌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好，我们这边也是一个五五开的牌，有 Jack Queen 跟 K 八同花。那我们在这边看见 Demon Ten， 他手持的是 King High。好，我们刚刚现在算是这个换班的阶段，我们的 Selina 又回来了。One twenty。那我们让阿童去吃个晚餐。然后现在进入单挑的状况，我看见 Demon Ten 前面很幸运的，对，击中了一个 One Outer。对，从那 One Outer 之后势如破竹啊。那这里好像是对方的五倍筹码，对吧？对啊，像一对一的时候是三倍筹码，1500万对到500万，而且 Steven 他在这个 final table 上，他有三个 aces， 对手都有支付，一个是 aces 对到
先第一把是对到 S King， 第二把对到 S Ten， 第三把对到 Pocket Queens， 全部都 hold 住了。厉害厉害，这有时候运气很顺，也打牌也打得好，对啊、那就当然就是关机失败。对啊，重点真的是要人支付啊，有时候你拿 Aces， 你没有人跟也没有用。哎呦，这好像是一个。好，第一轮raise 到42万。那这边 Jetton 选择跟注，那我们看一个 flop。那算是一个被压制的手牌了，可是 Jetton 当然不知道嘛，那是只有我们知道。那 Ten Jack Suit 在短牌里面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构牌。对，他在翻牌后，发挥能力很强。对，不管你是短牌还是长牌，像这种状况之下，你有一个、J High for Sure， 都是一个蛮适合 C 背继续持续下注的一个手牌啊。因为毕竟 A 跟 K 都是你的 Open Range， 那你也可以借此来保护你的 J High。那甚至也可以把对手有一些领先你的手牌打盖。那我们看见在这个 flop 上 ，Demon 他有中了买皇家 Low Your Flush 的一个机会，对，一个机会。顺利的拿下底池。好，那这一位女解说呢，就是Polestar 的 Team Pro 的我们亚洲的招牌人物，林佩菲 Selina Lee， 没错，是女神，没有错，是扑克圈很多人的女神。其实，在这种 hands up 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翻牌后的对决，而不是在那边 all in 来 all in 去的，因为筹码都蛮深的，而且短牌大家的中牌率其实蛮高的，所以他们会更倾向拿更多牌进行到翻牌后，然后试着去在翻牌后透过技术来争取更多的筹码。第一本这边应该要 bet 否保护一下他的八配吧？对啊，因为毕竟还是会不会想要看到一些 overcard， 这边应该会是一个保护的下注。对，因为在翻牌时候两家都过牌，第一本应该会相信自己拿的手牌还是暂时领先的。对啊，而且一对一上面你中了一个对子，其实蛮大，而且上面又有叠牌。其实，在这种叠牌的结构上面，你又中了一个对子，其实。其实都算是蛮大的牌，因为毕竟你对手要中三条的机会真的是很小。我记得在长牌里面，如果你是在 flop， 你要集中三条的几率，好像不到 1%， 好像 0.9%， 这样很接近 1%， 所以你要中这种真的是几率蛮低的。再加上你有一打一，所以这个一打一中一个对子，其实就已经很好了。对，真的很好了。对。所以为什么就是有很多玩家在拿到顶对的时候一打一的情况下都打完，那是因为就是一对一的情况下顶对是很大了。
们现在看到这两个人牌都蛮好的。那像这种，在长牌里面可能是六四开的牌，在这边都是五五开了。然后这里 Demon 他的运气真的还是继续的非常，然后就是我。说真的，就是这比赛里如果你运气很顺的话，这牌真的很好打。真的就是关键的时候运气来了，真的是被上天眷顾。像我刚结束这个台湾的 APT， 然后过来 Triton 这边做解说，其实也是有一个 High Roller 打到一个 Final Table，那其实打的还 OK， 可是就关键的时刻就可能一个77跟 A4 All In输了。那你看打那么久，打到 final table 输了一个这种牌，然后之后变筹码量就是挺伤的，筹码量就伤了大概16大嘛，可那时候平均都不是太多，然后就变成短嘛。不然其实，在这种关键时刻就是要 hold 住。对，可是我觉得就是厉害的一些玩家，就是他们比你进入决战桌、进入奖金圈次数都要来得高，所以只要他们哪一次运气爆发了，哇，那就赢了。对，我们看见就是昨天赢下25万买入的短牌的冠军 Bonomo， 他说他有一段时间大概6个月下风期，这马上就转了，马上就赢了，打了下一个冠军。他前那6个月真的是超恐怖的，赢了2-3千万美金。嗯，他也是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真的打得非常好的玩家，但不停的进决赛中，不停的拿冠军。刚才我还跟那个阿童讲说，我就是在一些高额玩家的一些偶像，就是 Justin Bonomo 跟那个 Steven Chuik，那他们两个共同特色就是打牌非常的稳，根本不会觉得他们有什么分心在于不是牌上面的事情。我刚刚就跟他们聊到说，那个 Steven Chuik 在牌桌上是从来不用手机的，对，这件事情就很难做到。可是大家都知道做到这件事情对你打牌是有帮助，一定有帮助。问题是大家都很有优势，做不到，大家都习惯滑手机。因为有时候你真的在牌桌上12个小时，你会觉得有点无聊。对，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大家就是什么小游戏啊，什么都会在手机上。对啊，不然就有时候就我还会看小说。因为说真的，就是如果你要专心的打好每一手牌，对，然后连续的这样1-2个星期的话，真的非常伤身，辛苦了，对，真的。那我们这边看见 Divan Tan 做了个跟注，那这里是 Check Bet Call。那 Jetan 这个下面顺应该会放弃了，哦，他是选的 check call， 哦，所以 Divan 不是他背的，我刚刚看错了 ，Divan 他是哦，是 Divan check call， 然后 Jetan bet， 然后 Divan 做了一个跟注，那这边 Divan 他是到了河牌，他在这里再次选择果牌，他这边虽然有一个9的 block 啦，可是在这边 turn 被选择 check call 了。叠牌上尽量少偷鸡，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这边对手有 J 可能都会扣他 River 的 bet， 因为这张七型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这边我觉得不太适合来偷鸡吧，应该要选择放弃了。而且对手是在没位置的状况之下 check call， 通常在没位置的状况下做 check call， 通常的桌 hand 买牌会少很多。基本上都会有一点成，都有一点成牌，或有一些 showdown value， 不会会有一些开牌价值的牌来跟注，不太会去跟注一些 high card 买牌的牌。所以这边如果在这种结构上被 check call 的话，我觉得 river 真的蛮不适合投机。Expensive. It was going to be really expensive. Yeah. That was the only way. It might have worked. This will never know. Have a bunch of full houses there. Yeah, so yeah. You probably fold that one. Yeah. I was worried about the full house. Yeah. Oh, A6 跟 S Queen. Steven 真的都有牌啊。A6 也算不错的牌了，
在一对一的状况之下，也不太可能遇到加注就会盖掉了。对，昨天一对一的情况下，他们是打 A 圈跟 A 十最后一把牌、All in preflop。那这里我们看 Jetton， 因为他现在暂时筹码量只有280万。那这里他跟住了，然后被 Devin Tan 在有优势的位置加注到425000的积分牌。这边会 Limp Race All in 吗？谁那你觉得呢？有可能，但是也要看 Devin Tan 他是 preflop， 一般是不是有比较多的动作？刚刚还加注蛮多次的。对，加注蛮多次的可能下，就是 Jetton 他会考虑。那这两天我们看见 Jetton 他还是打得比较谨慎的一个玩家，对。但有可能是我们这些西方玩家里面打得最紧的一位玩家吧。我们的 S Queen， 是有一些 showdown value 的话，这边你会 bet 吗？我觉得 Devin Tan 是可以利用这个 board 做一个 bet。对。那在这里呢，他可以有卡顺的机会。对啊。应该是蛮适合 bet 的，而且他又是 open racer， 有卡掉两张可能带到 K 带到10的牌，这是蛮适合下注的。然后我们也看 Jetton 在这个下注，如果 Devin Tan 选择下注的话，他应该是 easy 拿下底池。Jetton 他是下一个蛮重的50万，就马上放弃的 A 六。哇，这个 Jetton 感觉一直被剥削啊。那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短牌里面fold equity 是非常重要的。就你可以，因为它是比较像 Omaha， 它的就是每把牌都是差不多60-40。那你可以让对方弃掉他的手牌，那就是让他对手无法实现他的 equity。对，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一下这边 ，Devin Tan 他前注是304。对，已经加拉锯到变成7.5:1，原本是3:1，哇，又被好厉害。对啊。对，那他应该是不停的、慢慢的。从就是在锤 Peter Jetton， 那个Fish 2013刚出局的时候叫他猜一个，你觉得谁会冠军？他就猜了第一本，六六都能赢啊！那这 Devin Tan 他也是我们亚洲就是豪客赛一直可以见到的玩家，也成绩一般都是挺好的，因为他一年。打的比赛不多，但是呢，他每次打比赛都打很大，对，都很打很大，也是一直会进决赛桌出成绩的。我觉得这边有可能会不会直接 all in 呢？20个底注会不会太多？啊，你说基本直接推他对吗？对啊，对我觉得就是有些玩家他们是直接会有做这个动作的，他们会就是直接剥削对方的 equity。对啊。那我们看见 Jetton 在这里只有16杂花的牌，那就选择了过牌。那这 flop 出来是 K76， 然后呢，我们看见 Jetton 在这里中了底对。这边有一些 backdoor 的 Q10 红心，如果主动下注的话，我觉得也还 OK 啊。他选择 check， 那 Jetton 本身也比较保守，比较谨慎一点。可是现在应该也要好好把握机会，把底池抢一些回来，不然就越来越少。那在这里，我们看见 Devin Tan 他过牌了，给 Jetton， Jetton 选择下注了120000的积分牌。我有时候会在这种结构上做 check raise， 在短牌，应该说在长牌里面。因为我觉得如果对手的 bet 太多，那他又不是有加注的玩家，而且这个面会比较干，会有一些 battle flush battle straight 做，然后
我觉得 Q10 甚至是一个不错的 overcard， 我可能有时候会这边做 check raise， 然后在 turn 只要有帮助的状况之下，可能掉8、9、10、JQ 红心都可以继续打，都可以继续。对，所以其实我现在最近看到蛮多人做这件事情，就是拿一些在对手你觉得对手 betting 的 range 不是太强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做这件事情。对，因为我们已经流行 CBET 很久了。对对对。那在大家都100%的面上几乎做 CBET 的话，那你是可以利用这个反击对方的。那这德州扑克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然后呢，每年就是流行的都有点不同。对对对对，像最近，所以你看，因为流行 CBET 太多嘛，对不对？所以最近，这一次的 Triton， 因为我刚到，我还没有看到。可是，在去年的 Triton， 我看到他们 check 超多的 top pair。对，他们会把就是强的混合在里面。对对对 ，check 超多的 top pair。那他们有可能会 check 一下比较强，就是 top pair， 但是呢，他的 T 角是比较弱的，他们就混合在里面。那这样的打牌就经得起对方就是在 turn 上下注或者怎样，可以扣两条街。这边 Q high 不是没机会抓哦，而且哎呦真的抓了，哇、wow, nice hand。 因为其实这边有一些顺子的 miss， 有一些八九啊、八十啊、A 八，一些 A 八就不算了，因为 A 八弱后，这边有一些顺子的 miss。哇，这个抓到这一个，我猜 Jetten 的这个信心应该是全失了。那我觉得这里 Devin Tan 他是选择打得比较稳的，他不想在翻牌前，甚至就是对方只有20个前注，他也不想这样赌一把，他还是继续想打翻牌后。然后呢，这也有可能是他为什么圈十没有推对方 all in 的原因。圈十在一对一里面又同花，算是真的蛮强的牌。对。哇，现在。我们第一本筹码已经快要2000万。那现在我们看见他是9:1的筹码，对，桌上91%的筹码都在他手上。哇、哦，那这天要赢蛮难的，要翻倍好多次。哇，这把、哦、这把应该要，这把应该要对上了。我们看见这翻牌前，大家都是差不多50-50的牌，那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coin flip， 对，投硬币。而且他现在只有大概15个底注了，所以这应该是会一个直接 all in 的状况。而且他没有位置嘛，有位置的话可能会选择慢打一些牌，不过这一些都太大了，这 HJack 太大了，应该会直接 all in。那实时也是要跑了。好，42万。来吧。那我们看见这一对十在多人桌的情况下不一定是很强的底牌，但是这是一对一的情况下，那就可以打完。嗯，他是用跟的吗？所以我说他算打得比较稳，但是他是反加吗？他应该是 re-raise 的筹码量吧？哦，是 re-raise， 他180万加到，啊，他是跟注，哦，他是跟注，哇、wow, ，OK， 这个要盖牌吗？
那我们看这只翻牌后，幸好他跟住了，因为我们看这 Diamond Ten 在这边中了顶对。可一对一实时应该还算是蛮强的了，对，算是 Top Range。是，我们也看这 Diamond 他多次在翻牌前有加注。对，而且他你看他跟住这四十几万的筹码，后面只剩下150万了。对啊。那这里 Devin 他做了一个继续下注30万的积分牌，那 Jeter 应该就如果要选择跟注，就是势必他是要闪一些高牌嘛，那这个他也只能盖掉了吧。对，他选择没有 All in Preflop， 他这边就只能，对，这里有两张高牌比他的十都大，那他选择了弃牌。这把蛮出乎我意料，我以为会打完的。对，我们大家观众朋友们也应该觉得都是会打完的。对啊，刚观众朋友也说推了，要打光了，结果没想到一个出乎意料，那现在又涨忙了，又涨到8万16万，所以他现在应该剩不到10个底，就剩9个左右，因为刚刚大概剩150万。对，剩150万是。Yeah, OK。那他应该是要 push fold 情况，但是呢，如果他真的逆转胜的话，他那把实时就是真的 good fold 了。那这边我觉得他 all in Devin 可能会跟哦，因为下就是一个 Q 八又是同花， 那我觉得是一个150万不到9个前注，他自己都放了一个补8个。哇，他有300个前注，对不对？所以 around 应该是有机会跟注的。嗯，那这边 Devin 他问了一下你筹码是多少，他会算一下。1.5，150万。1.5，1.5。然后他有2000万，然后已经丢了16万。他会考虑一下对方。也是打得比较紧的一位玩家，是。那这还会让 Devin 弃牌吗？这边是我肯定上了。哇，这么保守！果然可能是我们那个短牌的涉略不深啊，所以有可能比较不来了解他们的想法。那我觉得 Devin 算是小心。Devin 是小心，但是呢，我知道 Jeter 他是对短牌不是很熟悉啊哈，他有可能就是他在这边打的就是第四五次比赛吧。像这短牌，我觉得 Jason Kuhn 打的蛮好的，我觉得 Jason Kuhn 打的不错，蛮好。然后呢，这次来了一个 David Benefield， 我觉得他也打得不错。那当然就是我们中国的谭轩，也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玩家。对，只是他这次好像蛮可惜，就 AAKK 都输掉。对，他好像每次拿非常好的对子，然后总是会中线，然后总是会输。被中顺子。对。这个 Q 八 limp 应该是还 OK 的。对，是可以选择 limp。这 Devin 他是从小是荷兰长大的。哦，是吗？对，然后呢，现在他本来是香港人，然后呢，现在这几年都是住在香港。有啊，我刚刚跟观众提到，在早期我还在澳门Grind职业的时候，我就正住在澳门打比赛打现金桌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常常跟 Devin 打到。我那时候的主要大概打50-100左右大小，他打50-100、100-200，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打到，就没想到现在他已经打到这么大，我还在努力。对，他到澳门来前几次，就是第一两次的时候都是打锦标赛，对，
然后呢，他一个系列里拿上、哦、三个冠军，对不对？拿上好像两个冠军，一个决赛周。对，那记得那时候好像是红龙杯办在新普京的时候。对，哦，对对对，这我印象。他拿了一个好像猎人赛的冠军，然后呢，一个好像是主赛的冠军，还有个 KO 的样子。对 KO 的，对我有印象，那一年我有印象。是，然后呢，他就是采访的时候就说，这个冠军，这两个冠军是他建立他的 bankroll 的钱。嗯哼。对，然后呢，他才那时候就是开始锻炼打现金。其实 bankroll 就是技术的一部分，是一个看不到的技术，我觉得也占技术蛮大的一环。你这个没有 BR， 你打得再厉害，你上去这边传奇的补比赛打一场，你那个可能被 all in QQ 都跟不了的。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这次在 PCA 的25000的一比赛，有一个玩家 slow play 他的 Pocket Queens 被对手连敲三发 bluff， 他 Pocket Queens 在没有 A 跟 K 的 board 上，是菲律宾，好像是菲律宾的玩家，对，我有看见，然后那一把就盖掉。那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奖金对于你的人生可能占得太重要、太大的一部分，所以会影响到你做的一些决策。对，你就想说，哇，如果是刚好他真的有牌怎么办？就是没办法打到最好的一个状况，就该跟的跟不了，然后你可能不该跟的就推了，就会你会偏离掉一个你自己所知道的最好的打法，因为你可能要去避免一些很少发生的机会，你不想要你投注这么多在上面，而就是一个失误就没了这样。对，因为他是改变了自己的打法。对。正常来说，如果你打小一点，那个 QQ 是怎么可能？敢一秒就跟了这样。对，我好像记得他那个决赛桌最后是打到第三名。对。但是他如果那把圈圈是跟的话，可能就差很多。对，有可能就是可以拿冠军了。好，那这把 J6 是跟不了的。那我们也知道，就是最后拿下 PCA 冠军的玩家也被签约我们 PokerStar 做代言人了。对，而且我记得他的生涯奖金是$10,000，那一场结束之后，生涯奖金变$5,110,000。然后呢，他第二天马上坐下来参加的一个比赛是500买入的小比赛。这样也不错，心态正确。对，他知道怎么 bankroll 管理，他也不会就因为刚赢了$500,000。去冲出去打那些好客赛。然后我们直播间也看到我们的陈树哥也过来跟我们打了招呼了。Hello， 陈哥，谢谢给我和大汉一起捧场。哇，那这一把是第一本直接 all in。所以第一本其实蛮稳的啊，一点都不急，就是虽然筹码领先到非常非常的多，可是他也不会急的说乱推两任意两张牌。You'd have to get really unlucky for me to come back and win this. Jetton 也自知之明，他说你一定，如果我可以打赢冠军的话，你是会变得非常没运气。那这真的是。Just in case. 这边我们可以看见 Demon， 他是应该有对方的9倍筹码。对。Not there yet. No, not yet. 那这个单挑结束后，我们会直接为观众朋友们播放今天50万港币买入的6人桌的长牌。我们刚刚桌子稍微在休息的时候切过去一下，算是场上算蛮精彩。切过去刚好看到几把牌都是四 B 炮，哇！哇！这里我看见 Demon Ten， 我觉得 Demon Ten 真的是零牌的，他拿了一对 A， 他今天拿了，这是我看到他在拿到第4把 A， 前300多人付了嘛，而且都是在翻，就是决赛桌上面吗？对，决赛桌上面。那我觉得这把定定盆，然后 Jetton 有可能，他 A 6同花是一定推的，然后 A 6杂色不知道会不会推，因为他比较紧嘛。
那我觉得这边，可是因为 Devin 刚才 all in 了几把，哇，直接 all in 啊，他没有 limp 一下。那杰森他是一个打得非常紧的玩家，看见 Devin 在直接推他 all in， 他会不会把 A6 给吃了呢？因为 S 牌其实有机会是领先在，尤其在一对一的状况之下、嗯、，A 还是很大，整副牌就有四张 A 嘛。他确实吃了。那这边应该 Devin 如果做个跟注的话，我想有可能就退了。哦，不是，杰森有可能就是过牌了。看一下 flop， 看一下翻牌后，慢慢的打。好，哇，哎，还是没牌。你看 ，Devin 又有 H Jack， Devin 的每一把牌都这么大。然后我刚刚跟观众聊到说，我刚刚看那个 Jason Quinn 穿的是那个传奇的那个外套。我说外套好帅啊，是可不可以买？就阿童说，哦，旁边好像可以拿。我说我多拿几件回去送粉丝。Jason Kuhn 台北签约为传奇扑克的代言人。哦，是吗？对，他不是在 Party Poker 吗？他是两边都有签约，哦，可以这样子啊，做代言人。哇，太，因为他这两个品牌都没有关系，没有冲突，对，没有冲突。所以因为Jason Kuhn 他就是一直会来传奇扑克。Uh-huh.打这些比赛，然后呢，他一般就是表现都非常不错。哎呀，他选择跟住喽，刚 A 六没跟，跟了一个 K 十，这样子是对的吗？还是 K 十是比较可玩性？可是一对一来说，有 A 十应该还是比较好。我会觉得他想的是 A 六，对方手上有 A 的话，他这个 A 就太小了。但是 K 十一般都是 two live cards。Uh-huh. 两张活牌，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下，应该照理说你应该有 ace， 对手 ace 的几率比较低，因为 block 了嘛。对， ten， 应该是这样想。50-50， it's a flip。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短牌啊，Jason 在这里也有一定的 equity。对啊，应该有个35%-40%的胜率。对，那当然是如果再发出任何顺的面 ，Jason 可以买顺的话，那他。这边我们看见他是中了顶对，然后我们的 Devin 有七张牌可以超车回来。那现在屏幕显示是任何勾跟任何圈是可以让 Devin 一下底池的。好，发一张八。那这张八也没有改变很多，现在暂时。对吧？发个六会 trap。对。那现在我们就是平局的可能性更高了。好 ，How much？ 翻倍，变成200，翻倍成功。那这里打得紧，也是有好处的吧？他这里成功了翻倍，对。啊，但是这 Jason 他真的就是打得非常紧的一位玩家。对啊 ，1.3，and then Jason 的长牌的成绩怎么样呢？还啊，对他好像不唱是高额现金桌的玩家，他没有打很多比赛嘛？对，他好像是没有打很多比赛。因为我看得出他在就是翻牌前，没有一般就是打比赛的玩家那么激进吧？我觉得他还是喜欢多开 post flop， 多打翻牌后的过程。那从这里可以看得见，他应该是一个现金玩家，而不是一个锦标赛的玩家。现在筹码优势还是很大的。那我们看见就是这里 ，Devin Ten，
他是拿86同花的牌，那这边折成是全八。那现在筹码上升到260万、250万左右。那这里 Jason 他选择跟注16万积分牌。那我们这里的 action 到了 Devin。那他选择过牌。32万的底池。那这里发出来是勾勾九的面，那我们再看，就是两位的选手都没有击中，那暂时我们 Jason 他是领先，是全八 high 的牌，对，还有一个卡顺的机会。那 Jason 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选择过牌 ，Devin 也是选择过牌。好，那这边如果 Jason 再不主动攻击的话，我觉得这边是 Devin。一个最好下注的机会，因为有个双头顺嘛，虽然是下面的，可是因为他没有秀 down value 的话，他这边应该要试着下注，看能不能把底池拿下来。而且对手又连续 check 两次，这边不打。River， 你还会投吗？我觉得他 River 还只可以选择过牌吧。River 对啊，就从头到尾都没有打，这边很可能被 K high 就抓了，所以这边八，这个八 high 这边偷就不太好。那这边 Devin Tan 他是没有 showdown value 的，他这边应该会考虑下注。可是他 check 了两次，这边很难投、啊。对，很也很难投。超难投的。当然，他如果知道对方是全 high 的话，那他可以考虑下注，对对吧？那这里就是 Jason 拿下了底池。你会被 turn 吗？如果是第一本，我会。对，因为八 high 好像真的太小了，特别是又特别 Jason 那么紧，对，然后 check 两次。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碰到 Jason 一对一的情况下，我会打得很凶。对你 IP 应该背的很多。那当然，他做任何反抗之后，我会调整。但是在他没有反抗之前，对，我会不停的催他。对啊。对啊，等他反抗后再做调整。对，这样永远走在他前面。我们再次看见 Devin Tan， 他在枪口位，现在手持一对 A， 第500 aces， 都数不清了。对，那他厉害的是，是不是他的六六是赢？对方的 AA， 赢对方的 QQ， 哦，对方的圈圈。可是 Sale 不是六 QK 吗 ？Frog，、okay. Turn 八 River 六。那我们看见这边 Jensen 他的手牌非常烂，所以这里应该不会给 Devin 任何 action。对。啊 ，Devin 这边选择加注45万。几分牌？反正应该只能盖牌。剩下短牌有没有稍微研究一下？这两天有啊。这两天有。我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很多 action 的一个游戏。对。啊，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波动也是非常大的。对，没有错。那它的波动几乎比欧玛哈还要大，那就是要有很大的心脏才可以去打这个游戏。那我们看见这边 Jason 他跟注了16万积分牌，那 Devin 在这边庄位拿到了一对九，那对手大概是15个底注，应该 all in 吧，九九，对他应该会选择 all in。
可是如果这边是六六七七呢，好像会不会比较太小？因为我觉得九九应该算是够大。我觉得他紧的话，我还是会对他。没有，九九太大。九九是非常大，但是我觉得六六七七的话，我有可能也会推他。嗯，是 check。我看见这两位玩家都选择打翻牌后，这个九九应该是可以 all in 的啊，我觉得。你看，而且 Jetten 也蛮完全没有问题，跟蛮少的。对。那现在就不要开张九出来。160。Jetten 这边会不会跟呢？我觉得跟一张应该是还 OK 吧，因为毕竟这个卡顺它是卡纳茨的顺子啊，而且他当然不知道对手是拿九九啊，四个 outs 其实有 12%， 其实还 OK， 而且他有张 over 卡，可能中贼他自己觉得也会赢 ，OK 中贼了。啊，这里看见 Jetten 他转牌是顶对。那我是第一本的话，这边应该 check 啦，应该 free 卡，因为九九还是有领先蛮多东西的。这张，他等于也是可以便宜买一张八。那这合牌 Jetten 他是两对，勾勾和十十。如果是在正常的 Holden 的长牌下，这 River 应该会是一个 value bet 啊，应该会是一个 value bet。对啊，那这边两位玩家都选择过牌 ，Jetten 顺利拿下底池。哎呦，筹码又打回来一点了。那这一周都会给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然后每天都有赛事，包括主赛200万港币买入的主赛长牌，也是可以无限买入到应该是第八个级别。对。然后我们应该出场的玩家包括 Dwan 跟 Ivy。嗯哼。好，我们现在的筹码拉距有拉回来一点，虽然一开始是1500对500，可是刚刚将近被打到只剩下130万，可是现在翻倍到现在筹码差不多是6.1:1吧，将近7:1。应该是一个可以令本牌。那这里 Divan 跟住16万积分牌。那我们看见 Jetten 拿的也是同样的牌，但是不是同花。正常来说，这边对他来说应该是很快 check 的手牌，他现在感觉好像有点想法。640。那他在这里选择
加注到64万的积分牌。这算是灵感嘛？临时来一个。他利用他的形象，对，做了一个加注。之前有一次在澳门比赛看到有一个人。